前面的好疯狂啊！不要那么认真看我们嘛。因为我这个耳机里面都听得到你的声音呢。喂，喂，喂，你好。哦，不是，因为我在试我的。那你们想结婚了吗？有哈，听完真的有哈。有，特别是赤足唱的时候。好想结婚哦。你想离婚再结婚的也可以哦。好想再结婚哦。我们也有朋友在离婚事务所的。无论你是要结婚还是离婚。户政事务所啦。嗯，离婚事务所。有这个。有这个。左土，早就有了。有。台北就有。三重。好。不要这样，我们这边是台东。我们再来都好，再来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母语歌曲，这首歌叫《拉拉伊》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？好，会唱的就一起唱哦，好不好？那可以拉拉二吗？看你有没有连拉拉一、拉拉二、看你没有连三、拉三。啊，对的呗。老板，处理。他们一直乱讲话。这个不怎么浓的。哎，好来了，不怎么浓的族群不浓族，哎，老请你们原谅他一下，我带他喝一下，啊，变好了，安了吗？很近他啦，他好像都没有喝，怎么一直坏掉我们的机器？都还没赚到钱就要赔钱哦。我会唱了一唱啊。佳慧要不要上来唱？啦啦啦咿哟啊咿，啊咿是那是那咿呀，乌鸦怎么那是马里多？啦。右手边，沙马克。Woo!
对，带来赤足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阿里的摩铁》。表演完就结束了，没有没有了。